Hello Hello， 然后呢，今天是我们的纪念日，然后呢，我是张吉，然后就分享一下假期去海边玩了，有点晒黑，跟现在看不出来，腿有点黑，长相，张吉的长相，性格，张吉的性格，人品，张吉的人品，特长，张吉的特长，感觉挺好的，外貌我觉得 OK， 就这样。心理呢，需要再强大一点，能力再好一点。超能力就是可以像奇异博士那样打开个门，随时能去哪儿都可以去哪儿。就是比如说，就是上课，我一个人上课，然后就是有其他兄弟们过来看我的时候，就感觉不太好意思。就是同时都拥有，就是选择不一定选择哪个，应该是按理性的来看最后。该去怎样去解决这个事情，是都会想一下，觉得很简单。这个，这个很重要的人，大家应该都知道。我相信大家可以猜得出来。我一个人的时候呢，就喜欢出去转一转，公园里面或者江边或者河边，可以走一走，骑车那种，可以脑子空白一下，看看风景啥的。宇宙的尽头在哪里？100年之后我就知道了。就是跟我哥说吧，人很真诚，比较真诚的对话，这种感觉就是会产生好感，就感觉不是很真诚的那种，可能跟你说的不是 real 的东西。事业、家庭、爱情，段坤儿，爸爸妈妈小看我，我是在我他的长相呢，就是樱桃小嘴，瓜子脸，眼睛瞪得像铜铃，乌黑的头发，精灵耳，黑黑的皮肤。到了苏信号，怎样？完成任务？什么任务？把鞋带解了，系根系鞋带。哦，来呀！你先解，我再解。好，我解。哎呀，真乖呀！哇！哎，儿子终于知道给爸爸系鞋带。你早了，苏信号。OK， 完成任务，很轻松。OK， 我觉得我是。保护别人的类型，我觉得每一位都能成为好搭档，毕竟待在这么久了，应该还是挺有默契的。我自己都不会游泳，就陈天问吧，因为他比较害怕水。邀请苏一浩吧，可能他就喜欢那种美一点的风景。2020年以前的所有的夏天，就是感觉比较轻松一点。我肯定相信，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，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。我希望大家也可以再继续陪伴我们下去，就是少看一些就是我前面的就是采访的视频，尽量就是看一些去年之后的视频。对，前面的就是一定不要看，就是回到重庆当时那个舞台，然后邀请一部分粉丝朋友们过来观看我们还原当时的舞台，穿一模一样的衣服，用的同样的灯光，同样的乐器，100%复刻，纪念一下。